姐妹逐日平安，很高兴又在这里与大家见面，求神来电带领我们今天的音乐的敬拜和逐日正道的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三天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又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匍匐在你的面前与你同在。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圣灵的感动和引领，有喜乐和平安与你同享在一起的这样美好的时光。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引领和帮助。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我们今天诵读神的话语是诗篇121:1-8。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Yeah.
随着祝福，
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也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主日的讲道。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教会计划在八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洗礼。我们普通话团契里面本来是有几位，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是可以洗礼的，只是我想我们在接受耶稣接受洗礼之前需要扫清我们来到主面前的障碍。为此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将军信靠上帝的故事。这个将军是旧约时期的以色列的邻国亚兰国的将军，他叫亚兰王。在列王记下5章1-15节有记载他
怎么信靠上帝的故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将军信靠上帝，主题的经文在列王记下5:1-15上半节。下面我们奉主的名一同来读圣经，一二起。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10塔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和亚巴拉和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若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是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的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创造我们人类的神。主啊，可惜我们人类的祖先犯罪，直到我们一代一代有许多的人都陷在罪中，在迷惑之下，不能认识你，求你来怜悯。主耶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如此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就是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寻道会，就是卫理公会的宣教士，他从英国来到中国的武汉，那是1865年。
结果过了十多年，河南那一带华北啊，有大旱，他就和一个同工到山西去赈灾，结果呢，他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叫西子石的人。这个人后来改名叫习圣谟，他们之间发生了特别的故事。这个西子石呢，是山西平阳人，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医生，在他上面有三个兄弟，他是老小，所以他父亲特别疼爱他，他也从小就很聪明伶俐。他父亲请了这个识书的老师来教导他，结果他十六七岁就竟然中了秀才，成了一个非常骄傲的士大夫。不过呢，他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他的结发妻子几年之后就死了。过了一些年，他再婚，结果几个月，第二个妻子又死了，真的是人生不幸。他又碰到疾病，有人呢就推荐他吸食鸦片，结果他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直到1879年这一年呢，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因为是科举取士的年份，他几个兄弟都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自己因为身体不好就没去。结果1879年呢，李修善他为了能够跟这些文人传福音，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找来几千个包，每个包里面放了圣经，放了悬赏征文的材料和这个题目。他们的题目呢分为好几个，比如说真道之源啊，赏善罚恶啊，还有偶像啊，还有大烟啊，这总共有六个主题，要这些文人呢去看了这些材料之后就命题作文。有赏的，第一名赏30两银子，第二名20两，第三名15两，第四名10两。西圣谟虽然没去考试，但是他的哥哥们呢就把这个一包书和资料就给他了，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啊，就鼓动他说，虽然你不喜欢洋人呢，但是如果你作文得了奖，那个银子你还是喜欢的嘛，你看你又生病要银子，这个是发财的机会。西圣谟真的就动心了，他不仅自己写了一篇文章，他还假名了，又写了两篇文章，总共3篇文章。你猜怎么着？他这三篇文章中了头三名呢，他这一下就得了几十两银子。不过呢，从此之后，这个李修善的请他做他私人的中文老师，也算是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他不喜欢洋人，但是他看到李修善非常有修养，也是气宇不凡，所以呢，就做了他的中文老师。没想到做着做着，受李修善的影响，他信主了，不仅信主了，还把他十几年的烟瘾了，他吸鸦片的这个毒瘾了给去掉了，整个人呢就是改天换地。他的兄弟啊都是特别的对他刮目相看，结果西圣谟他信主之后，又到山西、陕西、河南、直隶，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北京市这一带
广开这个戒烟馆，拯救了好几千个人的身体和灵魂，真的是感谢赞美主。他这样一个骄傲的士大夫，十六七岁就中了秀才，非常骄傲的士大夫，终于改天换命，成了一个基督教的牧师。那下面我们就要来看一个骄傲的将军信主的故事，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经文，这一个莱曼将军。莱曼将军呢，他是亚兰国的将军，就在以色列国的东北部的地区，现在呢就叫叙利亚。他在国王面前呢为尊为大，实际上呢就相当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一个尊贵的地位。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圣经说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就是说他为亚兰国立了大功，赫赫战功。其中也特别提到说，他们曾经从以色列掳了一个小女子来服侍他的太太，不过经文说只是他长了大麻风，只是他长了大麻风。可见呢，一个人的人生呢，有了很长的顺利，有很大的成果之后，有一天可能也是会碰到灾难的。我们的人生，都是大家都希望是一帆风顺。问题是，一帆风顺到了哪里呢？什么目的地呢？是死亡，不是吗？可是我们讲，祝愿你一帆风顺，有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我们强调的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去死，我们强调的是说，我们希望在人生的过程中间无病无灾，没有什么挫折，幸福快乐，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就不管那个结果。其实如果看穿了，连着结果一起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人生真的是虚空。那乃曼呢，还没走到那个结果，他就碰到了，好像是半路碰到了灾殃，要夭折的感觉。不过他还是幸运的，用我们中国的成语来说叫做因祸得福。他这个福的根源从哪里来呢？我们从经文中看到，是从他家的那个女仆来的。在讲这个女仆之前，我想要提醒我们在电脑面前、电视机面前的新朋友们，或者是我们听到了一点点福音还不是很清楚明白的人啊，我想要对你说，我们都希望成功的人生，一帆风顺的人生，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的人生呢，就好像从一棵青翠树，一棵长生不老的树上掉下来的一颗枝子，这个枝子一下子还不会枯萎，我们的人生怎么办呢？因为刚才说了，一帆风顺的走向死亡，那我们要清醒，我们不能照着现在的方式来生活，我们要去掉被我们的这个环境，被我们的成长的过程所遮蔽我们的眼睛的那一些东西。因为我们想一帆风顺，
想要顺服快乐、幸福快乐，我们只是考虑到这短短的眼前。那上帝让我们考虑的是长远的这个时间背景下面来怎么看待当下。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警醒。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乃曼，他得到了一个好的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从他平时最看不起的，他们家地位最低的、最卑微的这个女仆口中听到的。这个女仆口气不小她说：“但愿我的主人呢，巴不得我的主人呢，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他的信心还蛮足但是他为什么不考虑以色列国在亚兰国，在亚兰的将军乃曼面前是手下败仗手下败将他不怕嘲笑吗？他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看来他虽然身份地位卑微，但是他对神是有信心的，对先知是有信心的。那我们发现乃曼呢，他好像也不是觉得你是个小女子，你懂什么？他没有这样一个态度。我想他一定是四处骗行名医，拜骗大小各神、各个偶像，都没得医治。他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走投无路了。虽然是这个女仆跟他讲了这么一个好像是福音的好消息，但是他并没有说听不进去，他就当作哪怕是救命稻草要把他抓住。所以他也不怕国王不同意，他就把这个小女子的话一五一十的讲给国王听。国王也同意了，可能是爱惜他这个人才。不过国王的态度从他给以色列王的信中就可以看出来，他怎么说？他说：“我把这个信呢写给你，你接到这个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这是在下命令呢。这个是吩咐以色列王，你要把他治好。”那以色列王的反应是什么呢？以色列王的反应是撕裂衣服。撕裂衣服是干什么？在古以色列的时候，衣服啊是很宝贵的财富。你看这个国王来请他们的先知，以色列的先知来医治他的将军，就带了金子银子，还带了十套衣裳。当然就是带好的了，就好像比如说一些部族像中原的皇帝进贡，他当然就是把好的东西送过去了。所以这个衣服在那个时候是很宝贵的，他撕裂衣服不珍惜他的衣服吗？是因为他撕裂衣服是表示他碰到了悲伤的事情，碰到了灾祸了，他觉得亚兰王要他们治好亚兰，治好他的将军，是找机会，是找借口来要进攻他。因为如果你不治好，那我就要来灭你。那他要撕裂他的衣服，他还发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
是大麻风，是死人死死人活那样的神级奇事，一般都是治不好的。可见这一个国王跟以色列的小女子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以色列的小女子被抓去成为别人的女仆，这个国王高高在上，但是那个女仆呢，对上帝是如此的有信心，反过来这个国王对神没有认识，对先知也没有信心。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去传福音，重点是在于信心，而不是去仰望那个位高权重的人，因为位高权重的人呢，他没有信心，他也没有从神而来的信心和能力，这个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和画面。那刚才说了，亚兰国的国王要来求人家办事，他还很傲慢，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十六七岁就中了秀才的这个西圣母，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中了秀才，当了官，非常傲慢。但是这个将军也同样傲慢，你看他在后面说，他来到了这个先知的家门口，他没有进去，他站在那里等先知出来见他，来给他医治。从这一点上我们就看到他也是一个傲慢的人，他不说我求你了，我带了礼物要把礼物给你了，我人应该亲自去，他也不去，他让别人把礼物送进去，然后要先知出来给他治，要照他想的那个方式来治。当先知吩咐他去以色列河里面沐浴的时候，他说你这条河太小了，我们亚兰国的首都大马色的那个河岂不是比你的那里水更多更大更浩荡。你看他这里提到了亚兰国首都大马士革那里有两条河，一个是叫做亚巴拉，一个叫做法尔法。那约旦河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像一条小溪一样，非常狭窄，水量也不是很大，所以他也是很骄傲的，他也看不起以色列的河，他也不愿去。好在呢，他有一个非常明智的这个仆，这个随身的仆从，这个仆从劝他，劝他说，哎，这个先知要你去沐浴，目的是要你得医治得洁净呢，那去去也无妨啊，为什么不试一试呢？这个时候莱曼将军真的还听进去了，他放下了他高傲的姿态，然后去约旦河沐浴妻子，结果他得医治了，真的他的皮啊就好像恢复到像婴儿一样，非常的又红又白，真的是经历了很特别的，像小孩子的肉一样又得洁净，这个真是神级医治。那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像这个亚兰国的国王
这样的傲慢呢？有没有像亚兰国的将军乃曼这样的傲慢呢？我们说，哎，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傲慢，没有那么骄傲，哎，但是你知道吗？我去跟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碰到的反应就是，他平时他从来不去庙里面，也不烧香的。他说我是基督徒，哎，哎，我是佛教徒，哎。还有呢，有些人说我是信马列主义，我信唯物主义。如果你问他什么是唯物主义，他答不上来的，你知道吗？其实他就是找借口。他说哪里有神啊，你把神叫到来给我看一看，非常的傲慢，不是吗？有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可能没有这么傲慢，但是我们可能会说，神啊，要我信他，他必定帮我做什么什么事才行，或者是神要我信他要怎么怎么样，要让我无病无灾，一帆风顺才行。看到没？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傲慢，但是我们要跟神谈条件的，我们要吩咐神呢，要来到我面前，好像神是什么，虾兵虾将，什么小将，可以来听你的吩咐。所以我们看到没？我们要来先认识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要端正对上帝、对神的态度和认识，不要把神当成那些菩萨一样，好像要听我的吩咐啊，我才信他。你要知道，神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神，我们的生命呢，只是像从生命树上折下来的一根枝子而已。我们必须回到这个生命的树上，才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真正的生命的供应。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放正我们自己的位置，认清楚我们自己的位分，然后我们才能够很好的跟神建立关系。如果我们反过来是以一种谦卑的态度、认真的态度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要求你来帮我做什么，或者是来给我帮助。所以我们反过来，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先信靠神，来祈求神来帮助我们、医治我们、保守看顾我们。这个态度这个关系就纠正过来，就摆正了。所以我想劝我们当中本来可以受洗的新朋友，你要先调整好你跟神之间的这个位分和这个对神的态度，那我相信你就可以蒙福，就像乃曼将军一样。这个仆人给他建议的时候，我父啊，你若吩咐你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这个仆人呢，真的是很不错的。他首先是尊重这位将军，然后呢，好言劝他说，你要得医治本来是一件大事，又可以得洁净，这岂不是好事吗？虽然这条河没有那么宏大，去洗一洗又有什么不可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也能够降卑自己，来到神面前接受洗礼，然后可以蒙福。你看十四节这里说，于是乃曼下去，就照着神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屈回，
他的肉就复原了，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哈利路亚，感谢神。亲爱的朋友，你要使生命得洁净吗？那你来到神面前接受洗礼吧，来接受神吧。不光是水的洗礼，重点是要接受圣灵的洗礼。愿神祝福你。当神洁净你的时候，你心中的犹豫，你心中的祈求，你心中的牵绊，你都可以交在神的面前。上帝有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面前来，你就可以得安息。亲爱的朋友，可能你正在为着各样的事情劳苦，为各样的事情愁苦烦忧，但是主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轭是轻省的。你来到神的面前，愿神来祝福你，他来替你担重担。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神的是，像西圣摩，他在我们刚才说的李修善牧师的带领下，他信主之后啊，他经历了很大的挣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有十几年的鸦片瘾。大家知道，很多人抽鸦片上瘾了，是没办法戒掉的。大家知道吗？就好像张学良将军，他也是抽鸦片上瘾，他要戒掉怎么办呢？他要他的侍卫官把他关在房子里面，要把枪械各样的东西都拿走，要不然他可能都愿意自杀，也戒不掉烟瘾的。这个习圣魔在李牧师的这个李修三牧师的帮助下，他竟然把烟瘾、鸦片瘾戒掉了。这个鸦片瘾呢，他戒烟呢，也是不能吃饭，不能睡觉，流鼻涕、流眼泪，浑身酸痛，喉咙发干，头昏眼花，全身颤抖，坐卧不稳，无法支持。你看，这个瘾上来的时候是多么的难受。在那个时候，他真想能够吸几口鸦片，这样的话他就快活似神仙。这个毅力啊很难，但是李修三牧师不仅给他戒这个鸦片的药丸，他还给他祷告。因为这个鸦片的瘾不仅仅是这个鸦片的瘾，还有魔鬼撒旦的拦阻和捆绑，不想让他信靠耶稣，想要拦阻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借着这个烟瘾，借着他的软弱要拦阻他，想要毁灭他。但是其实我抓住上帝，不停的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求你消除魔鬼的拦阻。李牧师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同工都同心合意的为他祷告，结果他在痛苦的最高点的时候，有一天在这种属灵的征战中间，终于得到了释放，得到了完全的释放，得到了完全的医治。所以弟兄姊妹，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可能会因着一些软弱，可能是身体的软弱，可能是一些罪的这个毒根的影响，被魔鬼攻击，你不要害怕，我们要为你祷告。你自己呢，也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祈求，你必然得胜。作为这么骄傲的士大夫，这样的秀才，习圣摩他竟然也得胜，相信你
靠着你坚定的信心，也同样可以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亲爱的朋友，但愿你能够蒙福。那乃曼得意之后有什么结果呢？第十四节那里说，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都复原了，就像小孩子的肉，他就得洁净了。感谢主，你想要得洁净吗？亲爱的朋友，你想要生命被神改变，被神祝福吗？你要放下自己，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在第十五节，乃曼怎么说？他就带着他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回到先知约撒法这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哈利路亚！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除了真神上帝耶稣基督以外普天下没有神。他想把他带来的这些金银财宝拿出来，但是先知没有收，因为他知道他不想让乃曼将军以为金银财宝可以买来神的祝福。亲爱的朋友，我们从神这里可以得到的祝福，不是金银财宝能够买赎的。我们上帝要给我们，要给你的恩典是无价之宝，是金银财宝都换不来的。亲爱的朋友，愿神祝福你。感谢神，乃曼真的变了，他很谦卑的找先知要两个骡子能够驮的土，为什么呢？他要回去用以色列的土来建祭坛，要向以色列的神献祭。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在神面前献上赞美的祭吗？愿意经受神的祝福，得到生命的改变，让你的生命的重心改变？以前我们可能通常是要向金银财宝献祭，献上我们的生命时间和金钱，但是那些东西就好像我们平常说的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唯有神要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生命的平安是金银财宝都买不回来的。在这个冠状病毒流行的时代，虽然我们现在好像周围感染病毒的人越来越少，但是在印度在南亚还有很多人，每天超过30万人40万人感染，甚至世卫组织说不止，可能是10倍20倍之多。世界真的是不太平，那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平安呢？亲爱的朋友，但愿你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这样说话，就像这个故事中的以色列的小女子，就像这个乃曼将军旁边的那一个仆人，我劝慰你来到神的面前吧。为什么要去白白的受苦呢？来到了神的面前，来接受这生命的平安吧，来接受这永恒的生命的祝福吧。愿神来祝福你。在读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圣经开始的时候说神要借这个乃曼使亚兰人得胜呢？为什么是神借使他得胜呢？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医治的故事前后
都是先知以利沙行的神迹，那为什么要把乃曼得医治放在这些神迹的中间呢？好像跟上下文没有什么关系。感谢主，当我把我的视野再打开看更宽广的上下文的时候，终于发现乃曼大麻风得医治不只是把它作为好像神迹医治的一件事情挪列在这个神迹奇事的中间，其实啊，神确实是要有更大的计划在这个其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经记载这个故事，不仅仅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个人像乃曼将军这么高地位的人，他要来到神的面前，他的生命才会被改变。同样的，作为一个国家，如果你悖逆神，会受审判，受神的管教。如果我们再往后一点看到亚兰王在第六章第八节至七章二十节，那你讲这个乃曼将军得医治，但是亚兰王并没有那么好像手软，他同样的要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其实就是因为以色列王他们仍然没有认识到上帝耶和华是真正的神，所以啊，他们仍然去行恶的时候，神就让他的邻国亚兰国来教训他们。同样的，在第八章中间呢，神也让先知去告亚兰的另外一个王哈薛王，让他更加激烈的苦待以色列人。结果呢，以色列王他们不悔改，不思悔改，你知道吗？在第九章圣经这里说，神差派先知以利沙去告立以色列国的将军耶户，这个耶户得到鼓励之后，竟然把北国以色列的王和南国的王一同给杀了。所以你们这些恶王不信靠神，不降服在神的面前，你们行恶，作恶多端，所以神就要派人把他们给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仅个人要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贵为国王，就是位高权重的整个国家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不然的话就会被管教，不然的话结局就是灭亡。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为我们所生活的国家来祷告，为我们所出生的国家祷告，求神呢借着我们看似卑微的地位，但是也能够尽到一己之力，就好像乃曼将军家的女仆，她的地位还要怎么卑微呢？但是当她对神有信心的时候，神竟然可以借着她行大事，借着她去影响乃曼将军，影响这个亚兰国，影响到以色列国。所以我们从中也可以得到些许的鼓励和教训。作为总结，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呢，真的是受太多的东西影响，受太多的东西的诱惑，受太多的东西蒙蔽了眼睛。我们要有时间来思考人生，要认清楚人生当选择的道路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因为太多的拦阻。回过头来，我们当中有一些已经接触
初步接触到神、认识到神的，我要鼓励你拿出信心来，来抓住神的祝福，先来投靠在耶和华神的翅膀的荫下，让他来祝福你。所以如果你愿意接受洗礼，因为 有几位已经接触我们教会，接触神的福音有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所以我要劝你们把信心投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愿神来祝福你。那作为已经信靠神的弟兄姊妹，尤其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要一同来学习门训，我们一同来参与这样的训练，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以色列小女子的这个信心。无论我们地位高低，无论我们是多么的卑微，但是我们让我们的身，让我们也不要受到限制，因为神有给我们一个鼓励，就是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的更大。所以相信神借着我们这样的信心，可以能够为主行大事，超过，远远的超过我们靠我们自己所能行的。愿神来祝福我们。以下是家事报告的时间，我们首先要请电脑面前、电视机面前的新朋友拿出您的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您的联络信息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彼此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交流。但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西雅图华人宣道会一同来敬拜神。我想报告的家事第一个方面，是我们请大家继续为英语口语班的老师、小组长和每一位学员来祷告。我们最近呢，有前前后后有11、12位比较坚持的新朋友，有些呢就住在离我们教会比较近的地方，求神来祝福他们，也求神赐给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分享福音。其次呢，请我们普通话的崇拜计划是9月份开始在我们教会的大堂进行，因为那里比较空，比较宽敞。然后呢，因为上午有粤语堂的英文堂的崇拜，所以我们决定在下午2:30到4:00的样子来开始崇拜。为此呢，我们8月份开始就在下午来直播，就是8月份我们仍然待在家中来崇拜，但是呢，我们改在下午一起来敬拜。然后呢，希望9月份的时候，弟兄姊妹都预备好来到教会，我们可以一同的崇拜，那个场地是足够的宽敞的。所以请我们大家为重返教会来崇拜来祷告，请大家预备好，先打好疫苗。最后呢，要请大家继续的为印度、为缅甸啊、孟加拉国那一带的民众来祷告，他们有太多的感染，所以要求神来帮助，让印度从早一点能够控制好这个疫情，也希望这个疫情不要过多的扩散到孟加拉国、缅甸其他的南亚国家，也不要扩散到其他的国家去。最后我们的主日崇拜、成人主日学和普通话的事工现在仍然保持不变，也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
来参加我们的普通话事工和成人主日学的祷告聚会等等。下面呢是奉献的时间，我们一同来读奉献的主题经文：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哥林多后书9:6-7。愿神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在金钱上的奉献。下面是一同来领受神所应许的祝福的时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主祝福各位。阿们。